我欲言不会撒娇，不会撒娇，你别人不会，我欲言不会。战斗力根本不得行，就是那种，哎，只是我们没有拓展业务，对不对？这件事情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。大佬，你啊，就是这个问题，就先拉。舆情实验室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The Night， 今天我们来挑战去降力的 flag， 你敢问，我们就敢答，现在开始。虞书欣为什么出道第一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头像换成别爱我，我做的很，因为我这段时间也在疯狂看我之前就是错过的物料，就看到有人帮我做了这个表情包，觉得很可爱很搞笑，然后问了问可不可以换，然后他们说可以啊，你随心所欲啊，然后我就换上去了。这件事情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是，大佬，你啊，就是这个问题就先拉下一个。没有，我觉得是挺可爱的。其实是看你对作的理解吧。比如说有些那种消息啊，谁耍大牌就会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好作。但是我不是那种作，我就是可能说话腔调比较浮夸一点，可能这个也被人家说什么作。以后你们得改一下，叫什么什么作，浮夸可爱作，就是得加个前缀这种。赵小棠总决赛，妈妈因为年轻漂亮登上热搜高位。看到热搜之后，妈妈有说什么吗？我妈没说什么，我很惊讶。我第七没有热搜，我妈登上了热搜。但我觉得更多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我们吧，家里人还是要保护一下，就是这样。同学，作为发量王者，甩头发从不糊脸的秘诀是？哎，我也很想知道。一个要点就是要用力甩，就是头发力嘛，练。就是反正就是用力就好，然后往上往后甩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后腿那个发际线不行，那个不行，那个那个我已经现在有这种困扰了。陆柯燃出道这么多天以来，哪个瞬间最让你有我加入 The Night 的实感？好像是几号来着，我们去一起大家出的第一个通告，就是去拍加入的时候有了实感。意思就是我们出现的时候都没有，出现的时候对，放空了，放空了。对，放空是吗？对，放空了。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情，都有在给我发微信，我忘记第一个人是谁了。这个问题是采访的，你猜啊，除了身高外还有什么你绝对分毫不让？这位是陆柯燃啦。绝对分毫不让的口红要涂大红色吗？你说不是，他是出门涂满，不管化不化妆必须要涂口红。哇，还是你们了解我。陈伟的奈忙内是什么感受？被称为最不像忙内的忙内，你认证吗？我是最不像忙内的那个人吗？好说，那我认证吧。没有没有，我不敢不敢去。大拇哥来，快来。就只是可能出生年月比大家稍微就是晚一点，但其实大家都是会互相照顾的，不会就是说谁岁数小就集中照顾谁啊，或者是怎么样。所有的团的这个忙内都会逃不过的一点，就是撒娇，被说撒娇这点，现场撒娇，然后让路人来关注一下你们。来嘛，我不会，别人不哭，我有点不哭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奈鱼。你竟然一点都不闷。徐佳琪是在微博买房了吗？如果可以用微博在线时间兑换产权年限，觉得自己的微博房产产权能有多少年？我现在已经有八年了，我这个微博是老号了。产权是能归属它多少年吧？对不对？一辈子。一辈子。房产没有一辈子的，因为70年。70年以后。九十多岁了，差不多也是也可以夕阳红了。谢可寅，蝴蝶帮的入帮申请书要怎么写才能感动你？觉得自己成为帮主的优势是什么？我说实在话哈，凤凰帮的话，战斗力根本不得行，就是那种，哎，只是我们没有拓展业务，对不对？
没有，我没有，我们主打说成立这个帮，我们就是为了乐于助人的，给人剪剪头发，染染头发，做做指甲什么之类的。刘雨欣现场公布一下粉丝最好奇的未解之谜，刘老师的花瓶和盛况几何？因为那个时候是疫情期间，然后呢，安琪也开了一个跳舞的课，安琪她教的是那种编舞，然后我可能教 popping， 当时因为是学主题曲，然后就想说能够大家一起练习一下控制，然后呢练完之后练到最后就是控制有点太干净了，就有点跟这个歌的感觉不太搭了，所以后面又一直在调整。那我们接下来可能有这个团体问题哈，按排名发言。比如古灵精怪，风格迥异，特立独行，奇葩聚集。对，官方认证一下这个宿舍分配情况，官方有什么？那我们每一个宿舍报一个宿舍大料，就一句话的一句话那种。我们呢，我们三个经常睡在一起，哦，粘在一起，就是粘在一起。在我的床上，就是三个人，在我房间，然后下水道都吸毒了。为什么下水道堵了？我说你们看不见头发，跟我说这个了吗？不都是爆料吗？ Shaking 的料肯定不是爆料，就是因为每天我们敲他们的门都敲不醒，就是大概一个小时都敲不起来。公开知道的吗？太快，我们打电话到他房间都不行。因为我的房间是我们整个公司最大的一间，就是 VIP 室，这个门呢又实木的，敲得来，我根本听不见。床也很舒服，床也很大，完全丝毫。什么呀？那个时候我在二楼，床下面就要洗了。预言这个人就是难得的撒娇，我见到过。之前我们不是要排练练嘛，然后预言想要先学，他一开始很撒娇，然后徐老师今天有空吗？可以教我练吗？什么？然后我在吃早饭，预言又出现了，徐老师教我吧。然后我就化妆，徐老师化完妆教我吧。阴魂不散，到最后他已经没耐心了，然后我去洗东西，他说来快教我，就是越来对，还是这样好使。搞错了，再来。棒！你把我都带上了，好适合教教他。心疼，你为什么要买衣服？好好吗？这个太可爱了，偶像包袱多重？哎，这个太可爱了。我希望我们尽快在年底前发专辑，专辑一定要品质很高，然后很高端，然后很好看。请问你今年有没有结婚的打算？好想抱哦！欢迎是小朋友来回答。这得是多小的小朋友啊！今年这不用问都知道了答案了吧？谢谢热宝老师，谢谢老师。